海阔天空，请问你在等人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前来哪些地方收信最好。这里的信号都是满的，我又不住在这里，这里又不是我的家。我只想跟一个朋友说话，一个很久没有消息的朋友说话。不要把不好的心情留在蓝台里，这么非法簪也带给你心里。不要去看到没有，独自学